我们是猴子。猴子？对，我们是猴子，所以我们在笼子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出去。我本来就是孩子，我真的是孩子。大孩子。Action！走。他跟我一样，那你就快点开，那你要背那种吗？就这样，拿一只手，就两往两边，右手在上面，左肩，然后这边窝，窝当窝，缩，放，就是抖了一点。超开心！我很开心，我超开心。小孩不会说谎的。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只真正的猴子，我的梦想实现了。他们在下面，我在上面。猴子可以很自由，然后呢可以很疯，然后他们很可爱，很疯的猴子。你被关在里面还自由吗？很自由，因为我们等下就跑出来了。而且这里超好玩，我可以不用出来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输在这边也没关系。谢谢肖老师，老师再见。怎么了？喉咙。猴子，猴子的猴，笼子的笼。嗯，不是这个喉咙，不是这个就是喉咙，这就是喉咙。那我们就是里面的。我们是猴子。哦，哇。说。